经济危机的当前，很多中小型企业申请银行贷款都被一一的拒绝 ，reject。大家好，我是 Sean Yap， 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的作者。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在座的各位，可能你认为自己很有钱，不需要借银行的贷款。那今天你把你的钱用光的时候，再去找银行，银行看都不看你了。那今天接下来的60分钟，我将会教大家跟银行融资的三个方案，请大家不要怀疑人生，成功的人士都会立马行动了，马上报名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，完全是免费的，不要再走冤枉路了，马上报名。